今天我又来玩双人解谜哦，邀请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熟悉的小梅子。喂，小梅子，来给大家打声招呼吧。咦，怎么只听到小梅子的笑声？嘿，你怎么在我头上？快下来！你胆子大了，居然敢站在我头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臭小梗。好嘞，算我的，今天让你先选。那我选一号，二号肯定都是坑，坑惨你这个小梅子，哈哈，走了。嘿，我小梅子还没怕过的。第一关找石头。这个嘛，我很有感觉了，应该是在这里啦。果然没猜错，嘿嘿，女生的第六感真的强。嘿，准个鬼，只是倒霉蛋也有幸运的一天，快点啦，等你大半天了。急啥呢？小梅子，快去找猪头，等着你呢。到我啦，看我农民工小梗上线，我猪猪猪。箱子在哪呀？怎么没有呢？笨小梗，不是在这边，在门口这边。哦，看到了，这里是酷跑小达人小梗的专场啦，看我的，一二三，拿到钥匙啦。小梅子，你这笨蛋怎么老是失误呀？你稳重点行不行？又没人跟你争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换位置回答问题，小梅子，你要换一下位置吗？不换不换，我可是装一个人，一条路走到底。装一哦，看看小梅子那边好像都是一些常识类的题目，而我这边，金子松几岁死的？这是谁呀？有六岁、四岁、五岁，我随便选吧。不是六岁，那就四岁。也不是，真倒霉，猜两个都没猜对，那就只有五岁了。猜对了，溜了溜了。云梦双杰是谁？江城和江风眠，江城和蓝曦臣，江城和魏无羡，反正都不认识，就这个吧。嘿，猜对了，运气真好，早点我去给小梅子，这简单，看我雷达小梗的厉害，一下就找到了。喂，小梅子，你把放钥匙的箱子烧没了，你个笨蛋。哎呀，放心，我有备用钥匙，不怕。作弊没有星星吃的，气死人了。哎，这里怎么还是我找，累死我了。还有这么多箱子，哪一个是呢？咦，找到了，小妹子快去找钥匙。这里是要走地毯吗？哎呀，刚说完就掉下去了。两个都不是，我要变红烧小梗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一定是这个啦。臭小梗，你是蜗牛吗？找这么慢。这不是来了吗？别急。哇，这里有一桌蛋糕，小妹子你别动，让我吃完蛋糕先。吃吃吃吃，好吃好吃。别吃了，你个猪小梗。啊，臭梅子，我还没吃完呢。